你们报关了。我看不见你们的，现在还看吗？我164，88斤。我现在看不见弹幕，因为太曝光了。现在还看吗？那我要走进去。我卡粉了吗？我今天没卡粉吧？少吃点，就保持。啊，我的门牙好大，我不喜欢我的门牙，我想去贴片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我想去贴片。贴片就是可以把门牙给弄小。看一下，找一个好看的镜给你们看看。等一下。完了完了，有人！牙齿千万别动，你们记得给我关注一下。有人有人，赶紧走，不然我好尴尬。不然我有点小尴尬。你们记得给我点个关注。社恐还好，就是陌生人有点尴尬呀，记得给我点个关注。我其实现在都看不见自己的脸，因为这边太阳很大，然后我这边都是阴影，我的手机屏幕好像不够亮，我看一下。完了，我手机已经开最亮了，可是我屏幕还是不够亮。我觉得这个景比较好看，你们看，这样子会不会比较好看？老粉，记得给我点个关注。我的睫毛是自己的这边，然后这里我贴了几根仙子毛。搞得我不能随意发挥。又卡了，小心一点，大家。有啊，我左右脸不一样大。门牙大的人是不是有福气啊？记得给我点个关注呀，我到时候再给你们开直播呀。哎呦。头发是自己卷的，
等一下，我看一下你们在说什么。我怎么直播间显示有3000多个未登录用户？你们都没登录看我直播啊？什么东西？我很卡吗？我很卡吗？哎呦，想太多了，亲，等一下。整理一下衣物，等我不小心被风沙了，等一下。哇，太阳很大，我怀疑我会被晒得很黑。很卡吗？真的很不好。我很卡吗？回房间不行，很黑啊，外面有这种风景。我关美颜，我已经关了呀。谢谢酸酸。我觉得我眼袋很重。哎，为什么？这是什么龟？我要这样坐在这里直播，给你们看看风景，不看我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样子。很卡吗？我没关美颜，没有显示吗？我不知道耶。没显示吗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我看一下，我没有带滤镜，我是真没有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是没炸毛，别逼我，跟你们说。那我不知道，那就当我没关吧。咦，我这地方是不是黑了？涂的发际线粉。啊，那怎么办？那等一下我拿个头梳。我在想，我会不会那个非常卡嘛？
记得关注一下。啊，那怎么办？我刚才是关了的，但是它没有显示，然后我就开了，真的很晒。没有，我在大理。怎么会这么晒呀？我的妈耶！我感觉我很像一个煤炭。给你们看一下裙子，我今天要穿这个裙子去拍照。嗯，看一下，它这个要怎么看啊？我不知道手机架在哪儿，我没有支架。看一下，给你们欣赏一下，你们我都摔死了。好看吧，但是它这个裙子很暴露，就是只能拍照穿，现实生活中穿就很奇怪，看不了。因为给你们去看一下，我看一下这个怎么走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个真的很晒呀，我的妈，我都看不见手机。先翻转一下镜头，不要嫌弃我这个，我现在是看不见手机屏幕的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进一下别人的房间。哎呀，救命啊！不好意思，进你们房间一下。哦，快跑，快跑！不好意思，大家进了别人的房间。你们能不能听见我说话？哎，好吓人啊！到处窜，因为我这个房间它是看不到海的。不好意思，楼上有人，快跑，救命，躲起来。看一下这里面是什么，这也是别人房间。哎，哎呦，干嘛？陈思，出来一下。陈思，别人房间不能进去啊。陈思，我在酒店肯定有别人的声音啊。这样子进别人房间就是乱进别人房间，给你们看海呀，恬不知耻。这样子都被别人发现了。谢谢你。真的是这头发卷得很贴我的脸。嗯，睫毛膏是 Kiss Me 的。他们不知道我在干嘛，完了我又。睫毛膏是 Kiss Me 的，口红是圣罗兰的黑管416，
茶了吗？哎，烦死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大家，卡死了！救命啊！我的妈呀，好害怕！过来，我在直播。你在直播？嘘，过来，小声点，别被人听见了，这边。过来一起直播一会儿，过来吧。没事啊，过来播一会儿嘛，播一会儿嘛。衣服早上不穿这件直播了，很暴露啊！我去，哎，我跟你讲，这房间还有人啊，我都不知道这旁边还是个房间，还走进去了，好像搬走了。这间好大，很大吗？哎，大家他们退房了，我进去他们的房间给你们看一下。美瞳是14.0的，进别人的房间给你们看一下。应该没有人吧？我去，这房间怎么还有洞穴？现在还卡吗？应该没有人吧。谢谢关注，我要把手机架在这。又卡了，这房间也卡。看看穿搭，我穿了一个裙子，但这个很暴露啊，就是这个裙子就是哎呦，怎么说，它这个不适合就是正常出门啊，就是只适合拍照。给你们看一下，好像才99块钱，我在淘宝上面买的。它这边还有个开叉，天哪，99块钱，好像我在淘宝上面买的，你们可以截图。你们去旅游的话可以买这个去拍照，但是你日常生活穿这个就很暴露，知道吧？千万不要穿出去，这个衣服太暴露了。没有，他们真的很，他这件衣服真的很暴露。不行不行，店铺名字我忘记了，美瞳就是小黑环，你们可以去买那个强身的日抛小黑环。没截到，真的我看不见屏幕啊，我不知道你们站在我站在哪儿，你们才能截。然后这旁边有个开叉的，然后背面它是。是这样的。救命啊，我看不见，我看不见屏幕啊。我没涂防晒，我这次还忘记买了，忘记买防晒，黑的跟卤蛋一样。小黑环就是随便14.0的小黑环。谢谢喜欢，可以点个关注。妈也很害怕。咦，我是福建福州的。我没看见呀，我真的瞎了，我跟你们说，你知道这阳光多刺眼吗？
还卡吗？我就下播了，如果很卡。大家记得关注一下我，我下播了，有缘再播，拜拜。大家有缘再播，有缘再播啊！没办法了，我要去涂点防晒了，我感觉坐在这外面，我一定会被晒死的。See you 啦啦，谢谢你的玫瑰花。Goodbye 大家，有缘再播哈。给你们看一下我的，哎呀，我眼睛真的快裂了！大家，我们有缘再播呀！为什么会这么晒呀？我本来还想跟你们这边聊聊天的，房间很黑。See you 啦啦！